这个菜子长高以后呢，它就会倒下来，然后倒到别人的地里来。所以今天来把这个菜子用这个竹竿来拦一下，长了几根桩，然后这里弄个竹竿把它拦着。这一块地里的油菜花差不多已经开过了，现在已经在酝酿着准备接油菜了。这个黄色的这个小颗粒就是油菜籽儿。我突然想到我妈知道我在那里剥油菜籽儿，一定会打死我。哎，拿来，拿水果，水果刚刚冲给你。等一下，补栽，就是难一点。不要摆块垃圾。嗯。你看我这样说你。哎，这么大大的吗？嗯。很好很好。栽，这不栽。原地原地电动枪，R5反渗透过滤，为了我都看了两坨了。那要不要？我给。黄的。那鸡肉你一咬它，它就全部散开了，已经腌制的，已经晒得很干很干。萝卜干，萝卜切成片晒干了，当然这不是我们家的，是邻居家给我们的。这个葛肚皮的长得很大，又怀孕了。
前半个月的时间，这个狗它的屁股上就有点脱毛，然后去给它看了一下，说是那个螨虫引起的，所以给开了两支药用来给它洗，现在已经是洗第二次了，上一个星期还洗了一次。洗了之后呢，确实效果还是可以，洗了之后这个伤疤开始在脱皮了，然后这个毛又重新长出来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